作为他们的婚礼司仪，我要荣幸地宣布，各对新人他们正式的结为夫妻。各位新郎，你们可以张开臂膀，拥抱并亲吻你的妻子了。在心里面也在祈祷，不要是他，不要是我女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方很危险，我来了就够了。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房间里面的一个患者，血氧饱和度急剧降低，呼吸很窘迫，我就进去想着去搭一搭手，帮个忙。我在心里面想，是我女朋友吗？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玉琛吗？我就问了一句，你是来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吗？然后他一抬头，我们四目相对。当时其实那种情况下，一看到他，我在那忙的情况下，我还是比较安心的，因为终于有个人可以来帮忙了。我觉得和我女朋友在这样一个场所相见，是我始料不及的，完全超出我的预期，震惊、惊喜，我也觉得在这里见到。